点火。现在点火都用高科技了，着的有点大了，赶紧加柴火。哎呀，今天又做饺子了，包的是韭菜鸡蛋馅的，我奶奶在这包呢，穿个像补丁裤的似的，是不是？呼吸呀、啊，那是，瞅着像大补丁的大花棉裤，多有意思！回来了还挺赶趟的。看我妈给我爸买的这个衣服，经过买好的衣裳啊。嗯，干活了，打包专用。去干活衣裳啊？就干活衣服，这一天。我就爱买干活衣裳。好买啊！你看这衣服多少钱？5块钱。哎呦我的妈！10块钱呗，手工也他妈10块钱也下不来呀、啊。那一身还得20了，啊，不到20块钱呢。那这布料也丑啊。说行，就10来块钱呗。布的颜色挺啥的，我也不知道是啥的，看出来是。像布的，10来块钱，十几啊？18、9块钱好像。迪卡的好。那行，挺好。现在哪有迪卡？迪卡是啥呀？我不知道。啊，迪卡就是再早穿的，就像有点像斜纹布似的。那就是那个牛仔裤那种料了呗。不是，比那结实，比那好。迪卡。嗯，我都一开始我都不认识。哦，我没听过这名儿都。嗯。再来还有那个底气凉。对。还有，蛤蟆穿后边是实行那个朱立文的。朱立文啥意思啊？就是像是现在的那穿的嘚了嘚的那个衣服，可凉快那种衣服，但是名字叫朱立文的那个挺好的，那个料挺好的。没听过都。夏天穿。下锅了、啊、每天最爱的时刻，下饺子。咱自己家没有了吗？咱家也有，没长大呢，上回都给吃没了，一顿全让我嘎了。这一天。这现在又快长大了。再等两天呗。嗯，还能吃一个。这个原先都不割肉，现在你奶吃割肉的好吃，这家。这韭菜里头割肉啊？割肉啊，咱们这两对都割肉嘛。哦。我奶还愿意吃肉了呗。嗯呐，因为吃肉馅儿的吃上瘾了，还要包。饺子出锅了，这小饺子，今天我要吃一盘儿，多点儿。上桌，来点这个酱油，再来点醋。哎，这味道太美味了。这饺子就是比卖的那个好吃哈。反正不知道谁的卖那个不做不出来这味儿、嗯。可能是咱吃习惯咱自己整的。嗯。韭菜鸡蛋馅儿的。多带劲。这一盘最后这一个。太美味了，还要来一盘。我爸也吃了一盘了吧？嗯。啊、嗯，我奶跟我姥吃了不到一盘。我没跟你老师和你妈吃一盘。啊、哦，你俩吃一盘。十几个。不能再吃了，再吃就多了。啊，这都吃撑着了，一共吃了一盘零十来个吧。再来点水，哎，舒服啊，撑的呀，太难受了，这一吃啊就容易撑，这脸最近好像又大了又胖了。
我的减肥大计又泡汤了。哎呀，哎呀，外面的景色老美了也，秋天就这么好。好，我是大雷，今天视频就到这里。如果喜欢我的视频呢，记得点个关注，谢谢。